把这个上下的这个变化呢，要控制好。然后再往下走，这两个面我们刚说了，这个是重一点，然后到这儿往后面走的时候变浅，它有个过渡，是吧？然后上面这个棱呢是比较实的啊，比较实的。啊，比较实的，然后这个面种下去之后呢，然后再下来是哪个种呢？这个底下啊，和这个，先是这个，然后再这个，因为这块呢它有个比较强烈的反光啊，然后我们再去画这个。好，这个面呢是热，然后再加啊，它从前往后呢，它有个过渡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比较虚啊，后面它是偏虚的。好，这个面呢，在加深的过程中呢，你会发现这个面和这个，刚画的这两个面呢，它会越来越接近啊。接近并不代表一样啊，千万记住，接近它不是一样啊，不是雷同，不是没有区别啊，它还是有区别的，它只是说颜色的距离呢比较近啊，比较接近，但实际上呢，它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画的过程中要去控制好啊，控制好这个关系，差多少，它们之间呢，颜色之间有一个色差，到底差多少？这个呢要弄明白。啊，你看这两个面，它这种区别呢，它拉开了啊，拉开之后，再往下走。
好，这是这个面，这就够了啊。再画的话，它俩就可能就一样了。现在不能让它一样啊，它本身也是不一样的，本身就是不同的。下面那个部分呢，你看这块就比较接近。还是有很明白的啊，明显的一个区别。然后呢，这个出来之后，然后右侧这个面呢也跟上，非常简单了。这个右侧的面就，它呢比较浅啊，它甚至右侧这个面呢，它和这个面相比的话，它要重一点啊，然后和底下这个面相比的话，它又要浅一些啊，就微妙哈，非常微妙的一个差别，稍微注意一下。啊，这个后面呢，注意这个调子利索一些。啊，前后这个侧面呢要区分开啊，区分开。好，这个面儿，你看这两个面呢，它比较接近，但实际上也不一样。然后再下来呢，这个面儿，啊，这个棱啊，这个转折上面呢是比较强的。
好，这是这个面啊，这个面呢，你看从这儿到这儿，从这儿到这儿，从上往下，从前往后，它这个差别呢都是非常的明显，啊，差别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这关系呢要拉开啊。虽然是同一个面，就说不同的面呢，它要有对比，啊，比如说朝右的面和朝下的面以及朝前的面不一样啊，但是每一个面当中呢，它本身还有对比。这就要求我们画的时候呢，需要仔细的对比这些颜色关系啊，仔细的去比较。怎么比较呢？你盯住啊，用眼睛的余光同时看这两个地方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差别啊，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啊。就是眼睛盯住，同时盯住两个地方，用余光去看啊，用看两个地方的比较，用余光去比较这两个不同，这个地方的不同。然后这个棱呢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好，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把这个暗部啊，把这个物体上面这个暗部呢都给它走了一遍。它走了一遍之后呢，还需要有些地方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强调，去调整。你比如说它这个后面啊，这个边上啊，再仔细的用这个尖的笔呢再来给它收拾一下。这样的话它这个物体就非常的整个画面呢就非常的严谨了，这关系就非常的强烈了。就啊，这个上面呢也流畅一些。啊，这个夹角呢也给它控制一下。
就是后面的其他地方呢可以松一些啊，散一些都没事，但是这个棱啊，也就是这个角形这些地方呢一定要精致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后面就非常的结实了。啊，这个投影呢，可以再重啊，再重。啊，就往这个左边走呢，变浅，啊，变浅。
啊，这个前面呢也比较虚的。啊，这是整个一个大关系啊，像这个步子现在呢，我基本上就画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了，其他的也不会再去画它了，啊，后面呢也不会再画了，基本上到这个程度呢，这个背景就可以算是啊，算是达到最终的一个结果，啊，然后剩下呢主要就是这几个面啊，这几个亮部的还可以再区分啊，现在呢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黑白灰啊，黑白关系。背景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调整的，等整体画完之后，可能有些边上呢需要再调整，再加一下，啊，其他的没有需要再调整的，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性的去往深入的走。现在我们开始画这个灰面啊，这个灰面呢就像这个面，它灰面了，然后亮面呢这个三个区域呢它属于亮面，但它亮面之后呢，亮面里边呢它还有不同的这种亮，那我们先来给这个灰面的颜色。就比长一点啊，比长一点，然后呢？啊，这个里头呢需要反复的加，那它这个面呢它并不是一个亮面啊，它是一个灰面，非常绿色的一遍叠加了几遍呢它就出来了啊，最主要是这个后面呢稍微灰一些啊，前后你看从前面到后面它还是不一样，前面呢亮一点，后面灰一些。好，这个地方呢灰一些，然后下来加这个面。啊，这个面呢我用这个4H 啊，因为它比较亮了。啊，上面这个部分要比下面这个部分呢要，这个亮很多啊。虽然说它是同一个朝向，但是呢，它接受到的光呢，这个多少不一样。
好，这个面呢出来了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我们给它也加上啊。这个顶面呢，它是亮的，但是我们从后往前去扫一些颜色。啊，灰的，后面呢灰一些。嗯，它同样是亮面，但是后面的这个角角上呢灰一些。哎，前后空间是吧，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面呢，实际上呢就非常的，啊，这个走上之后，我们这下呢就用这个硬橡皮啊，用硬橡皮啦，来擦擦上面的这个小细节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棱。啊，这个棱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点。啊，这个上面呢，它有一些小的小变化。
好，现在呢，这个画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好，其实呢，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再把这个下面呢，有些，画面上面，有些地方呢，整体的再调整一下。啊，这个边呢，收拾一下啊，再精致一点。好，这个画面呢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像这个缝隙。